呢剂我睇发达都知。讲啊，你当我卡噶？咁易发达，我嘅会讲啊。我信佢，应该点做？初出茅庐嘅毕业生上完堂之后，用咗一个月时间，佢嘅资产就由100,000大幅跳升去到7位数字。而一个籍籍无名嘅保险从业员，上完堂之后半年咧，摇身一变就成为咗年薪超过430,000嘅 TOT， 亦即系保险业界里面嘅顶级殊荣 Top of the Table。佢哋分别咧都系上过 JK Sir 同埋 Cargo Sir 嘅投资课程，而令到佢哋嘅成绩咁彪炳嘅。你明啊？明就唔系好明啊。不过听落就好有计。至于呢两个阿 Sir 嘅课程有啲咩特别呢？今日理财要贴地就同大家拆解一下。